小五，小五，小五在吃饭。小五吃慢一点哦。很难吃哦。然后眼睛的大小目前。因为后来切的范围比我们原本预期比较小，所以我没有帮他开那个眼罩。一般假设这个要切很大的话，因为要，还有拉过来的眼睛会变形，所以如果。